就是要帮林育群填补感情生活的空白，欢迎林育群。现实，人家很会就要帮人家填补感情生活的空白，不然要干嘛？你还要填补什么？他已经够满了吧？而且你说事业够满吗？你不要讽刺别的事情。林育群出新专辑啦，我们要收礼物啦！耶，谢谢上海哥，然后小姐，谢谢，然后这个送给是伟忠哥哦，是哦，很好，小胖很好，没有忘记我啊，今天让你稍微放松一下，汉典过来一下，是啊，哪边啊？我跟你讲一件事啊，是啊。你知道汉典本来很嚣张，就他演艺圈窜红速度最快的明星，电影明星，对不对？就是在康熙踩着那个最大档跟康熙的头往上爬，对，把我们当跳板。没有啊，就演了王力宏跟王家两部电影啊。可他现在你想他怎么受得了这个人窜红速度比他快八倍左右？他上过美国谈话节目，哎，你知道他遇到的最大牌主持人比徐熙娣跟我大牌三四倍那种，哇，你讲出来吓吓他，很棒，就是 Ellen 啊，哦 Ellen Show 啊，很棒，那很好的节目啊，啊很棒，你有上过吗？啊，还没啊，你上过最大牌的主持人主持的谈话节目，哦，康熙来了啊，很棒，我没有访问过你，没有访问过我，那可以下次可以试试看，不要，不要，你最喜欢他的专辑里面哪一首歌 ？M I E I M O S R Love You 啊。我们要研究一下这张专辑，那个先研究封面好了。嗯，请问你在接手机吗？有，那个是他们就是叫我摆一个姿势，所以你是只是在扶着脸颊。对，那情绪是什么？就是我受够了这一切，是不是？也没有受够这一切。徐弟，我们在研究封底哈。哦，封底啊，这是什么？发个二。压力上当。好像是差不多这个意思。林育群，请问唱歌前是该饿还是该饱啊？我觉得一定要就是有吃點東西。他刚刚换气的时候有发出那个声音，你听到没？他要回到我这有。我说林育群唱歌前应该该饿还是该饱？他说。你现在是饿的，你会出这种声音啊？脸都红了。你那个艾伦听到那个声音，他作何感想啊？还 Where are you from？ I know you are hungry 啊。对不起啊，是别人才会听到，还是你自己也听得到？我其实没有听到。你没听到吗？我觉得是，就算听到，大家也不会讲出来的。如果唱 I always love you 中间穿插是很厉害吧？新的唱歌，我快疯了。这个是很妙的封面，我没看到这么高兴的歌手，哎，好好玩。你的粉丝是偏成年的还是少女？我觉得长辈，我好像长辈缘还蛮好的，就是还蛮多爸爸妈妈级。我觉得他现在有点不敢呼吸耶。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放松呼吸，我不好听。因为他跟你说，我觉得。准备吧，我看他眼神在憋气。等下我们害人家害来宾窒息。二十分钟连铁青。好，今天有两位他的那个有渊源的演艺圈的师长们来照顾他，蓝波老师还有刘律师。蓝波，你来是因为，其实，在他出道之前，他其实是我就是参加过我们一个歌手的。NTV 里面的舞者，对对，心里面是你教他，对。那你教他跳舞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想说他竟然是热舞社的吗？其实我们里面几个我觉得比较小胖，几个小胖子来讲，我们来讲小胖子啊，有一个会地板动作 breaking， 然后有些是热舞社，然后有些是有点像武打冠军，然后他是很会唱歌。其实我们当初本来想说，如果想到把这几个凑在一起，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团。胖胖糖，对，我们说这叫胖胖糖。所以你就已经想说他可能会变得很红，是不是？其实真的没有这样想过，因为他跳舞应该没有显露歌唱的实力吧？对，只是就汗量比一般人大，流汗很厉害。对，是我现在有点。他们五个人在流汗的时候，哇塞！你知道你在中间教舞的时候，五个人在那流汗，就觉得一股蒸汽上来，自己像包子。可是你的打歌服又都是这种长袖厚的，你里面不是湿透了吗？就其实就是 Roger 老师非常贴心，他帮我里面其实是洞洞装。哦，所以这衣服里面藏着洞洞装，对，什么意思？我不懂。没有袖子是不是？就是这一，啊，不好意思，就是我自己看一下。就是
就是这样子。好先进哦。透气凉爽，你这个表情我实在忍不住。你看着很先进哎，我觉得你也要穿这个耶，你也很会排，好厉害哦 ，Roger 超贴心的。你怎么没有想到洞洞装这个东西？有事还没有走到这一步，还是说你里面是蕾丝紧身洋装？镂空花边。那除了蓝波之外，林佑丽，我是他学校的学妹。然后你是在攀关系吗？学妹是也算是现在的师姐这样子，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可是实际年龄你比她小一岁，不可能啊！真的，这样用你过来，你过来站在旁边，你明明就是她姐姐。有人说就我们那两届伙食比较好。哦，你跟她出门，人家一定以为是姐姐带弟弟。你真的看不出来是她学妹耶，小她你是陈婉若的学妹，我相信。是。是因为高的关系吗？高很高很关键，嗯，然后他表情也很沧桑啊。你说我的皱纹？不是，你不觉得他看起来比较未经世事的孩子气？对啊，因为他笑都这样，这样眼睛都不见。所以你们两个是到他红了之后，你才跟他攀关系的吗？没有，我要解释一下，而且是他跟我相认的，因为我一开始其实就像一个小歌迷在旁边，哇，小胖哎，可以看到本人真好，他就跑过来跟我说，哎，我是你学长哎。就是说我没有，我没有直接说是学长，我以前我这不是，你先呼吸一下，要换气，要换气，拿氧气筒进来，要呼吸哦。没有啊，就我直接过去，他说，哎，我们以前是同一个学校的，然后他就很自然说，啊，真的吗？你是我学弟吗？我说，其实我好像大你一届，大我一届的，对。所以相认之后要做什么？相认之后，我们就把他压在墙上。什么学校？所以你现在已经上过那么多大牌的节目，然后在各国都是在顶尖的场合演唱。你回来台湾不会觉得说啊，我为什么还要花时间上这些小节目什么？哪有？就我觉得这边没有吗？不会啊，我觉得你应该不是在摄影棚大发雷霆吗？啊！踹桌子说：“我为什么要接受小孩子的访问？”你不要吓他，了解你的心情，我了解你的心情，很紧张，你了解，我了解，心血管疾病发作。不是，可是行程很满的话，终究会因为累而生气吧？演艺人员通常都是累就会生气。其实不会，因为我觉得很难得的机会，我就是既然可以上到这些节目了。你知道刚才他拿出新专辑的时候，唱片公司的人跟我们说是几国同时发行，15国吗？还是5国？15国，而且你接下来要到哪一个国家？叫我随便讲出15个国家名字，我可能都讲不出。他竟然15国发唱片呢？你接下来是要到阿拉伯吗？对，就是我觉得最特别的是有阿拉伯，就是好像听说要去宣传。你带陈汉典一起去啊？哇，没有，把他埋到邮政上面去，成绩还不够。好，我们今天要帮林育群找的是希望符合他的那个心目中觉得美丽的女生，那没有包括林佑丽耶。对啊，你今天是以亲友身份，而不是以备选身份来的。没关系，我们私底下联络就好。可是林佑丽算是 OK 吧？她就是条件太好，有点高攀不起的感觉，太高，太客气了，太高真的不太适合。对啊，像小 S 是我心目中女生。你是觉得我很矮是不是？没有。哎，国际巨星愿意看上你，你还是不高兴？没有，是就是。所以我就是你心目中的最完美的。是非常完美。你有想帮我压在墙上吗？电流。啊，热闹！我应该会被你的仰慕者就是杀掉，所以别就是不太敢。所以你难道没有在生气说忙成这样，可是感情却一片空白？其实我觉得也还好，我觉得就随缘吧，因为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一个就是女生要一个。就是一个月见不到几次面的，他可以陪你去工作啊，他可以陪你巡回世界，当你的助理啊。好远，真的吗？那我们一起走吧，我们现在不用看了。国际。其实为什么歌手有时候会跟身边的助理、保姆比较有亲近的关系？应该就是日夜陪伴，就因为真的很寂寞啊。你说住在外国旅馆的时候，演唱会开完了，刚才还有万人尖叫，然后回去旅馆就一个人，日久生情。对呀，你只能跟经纪人喝一杯聊聊天呢，宛若姐吗？然后喝醉了，你说还能怎么样？这个有点不敢。所以你的保姆是你喜欢的型吗？哎，我的保姆还蛮正的。刚刚进来帮你调那个麦克风的那个女生，
哦，是算是我经纪公司的就是经纪人。哦，啊，因为他身高是跟我差不多高啊，虽然长相差很多。哦，刚刚那个女生也算是还不错吧。我们今天帮他准备的人，他应该有看得中意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名单还蛮坚强。棒，哇哦！请教了林玉群，他对于女生的品味，首先是大眼睛，也不用大到像张韶涵那么大吧？也不用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小眼睛嘛，希望就是有一个大眼睛，哦，优生综合一下。那前凸后翘也是你的要求哦？我只是觉得说，就是可以不用就是太骨感。就是我觉得丰腴一点，就是也有用。然后腿还要漂亮，腿要漂亮啊，身材很好，还要会做菜，这简直是，哇塞，根本是幻想的对象。会跳舞，为什么？就是会跳舞会运动女生，就是我觉得她举手投足之间那种自信，肌肉力算是吧。对，她以前在我们学校是网球队的。哇哦，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因为我们是同校的啊。OK， 对啊。第一位在门后面，我们先看一下他的局部好吗？准备好了。首先看我看他的手部。哦，手部，手指很漂亮啊。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手肘？肘啊，手肘，手肘可以吧？还是有一点皱。那是正常啦。对，不然呢？手肘很好啦。算干吧。那个，你有毛病，不是你在选？我可以看一下颈部的线条吗？脖子。我可以看一下腋下吗？哦，哪有人要看腋下？小腿，小腿，小腿。哦，看不太出来。OK。脚跟。脚跟有人看的吗？可是要露出真的脚跟哦。哎，对，我其实也很真的脚跟来了，真的脚跟来了。哇，是不是脱皮脱得很严重？你刚才小胖说你喜欢脚跟呢？就是我喜欢，就是。那个脚就是他那个脚踝后面不是有一个就是筋那边，就是脚脖子，就会有一个脚脖子，我觉得那曲线超美，哦，很性感。林玉群要看脚脖子，哦，脚脖子，哇，脚脖子，是不是有 K 泵啊？有，里面有内搭裤啊，就还蛮漂亮，因为就是我们家如果想的稍微宽一点，嗯，是摄影角度的问题，没有很纤细，对不对？愿意看这位吗？何时开始研究脚脖子？就。不是啊，我就不自觉会注意那边。刚刚你怎么了？哦，你不要这样好不好？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了。小胖，放松。欢迎第一位出场。哎，弟弟，来来来，你过来我这边。漂亮。你应该是身材很苗条的人啊，为什么刚才拍的时候说他没有腰？可能是他这又这边又蓬，所以就完全看不出来。然后这个刺青是？嗯，我在美国刺的。因为如果不是小胖要求看脚脖子，我们以前没有注意过 Vicky 的刺青。那是什么啊？就是海跟海星，因为我是在海边长大的，那我搬回台湾我就觉得我会想念。所以大眼睛，身材，会跳舞，会跳舞，会做菜吗？同学，很棒。我会做泡面。没关系，我可以煮水饺，我可以煮。那男生很会唱歌，这个有加分吗？当然，我很喜欢音乐很强的人。嗯，好，请你到约会桌坐一下，放松了。你觉得林玉群会先跟他讲话，还是会先把他就扑到墙上？我觉得他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要再发出的声音。当然了，你不要再闹他，因为他有速度都让我觉得他已经没在呼吸。放松，放松，放松。还是要拔个火罐，拔个火罐好了。哎，玉群，你第一句话会跟约会对象问什么？知道突然赶快跟我一起。他脸变红了。所以你该不会是没有跟女生单独这样子约会过吧？我没有哎。Vicky 得到第一个耶，好棒哦！所以都是一群朋友出去，没有这样。对啊 ，Vicky， 你救他一下，因为你碰到了一个很腼腆的男生，他没有办法第一句讲话的话，你会先跟他聊什么？你是从小就知道自己很会唱，还是你只是喜欢唱歌而已？就是一直很喜欢唱。你以为是陈秋华？不是应该是，比方说你是什么星座的？这才我。妈妈有没有很以你为荣？你是陈秋华。好，问星座。好，你相信星座吗？我是
还蛮相信，但是没有那么研究，都是人家跟我说。那你是几月生日？我是三月。三月，所以是双鱼。对，是浪漫的双鱼。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星座？应该也是水象吧。水象，就是在水里的那种。哦，你觉得我是水象？对啊，就是也还蛮温柔的。那你猜猜看他几岁？哦，几岁？二十岁左右吧。啊，你好会讲话。对，我二十岁。快把他压在墙上，快！聊星座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好的话题。对，或者是聊一下想要吃什么，喜欢吃什么。哦，这个我很会。聊一下，你的拿手菜是什么？我拿手菜哦，我拿手菜。像蚝油精胸肉吧，蚝油精胸肉，好细的菜。然后还有就是，你做人很细耶。哇塞，就葱爆牛肉之类的，就因为就是还蛮爱吃，你喜欢吃鱼香茄子，就其实不一定，就是口味可以自己调整啊。那如果我跟你讲我吃素的话，会扣分吗？吃素。也是可以啊，我觉得就陪你一起胖 ，OK 的。然后跟你剪一样的发型的，这样好舒服啊！他两个起锅就可以时代有先进吗？两个人手牵手在一起，小小的障碍。很喜欢吃肉。他听到他说吃素，他整个人头晕呢。对啊，你知道吗？就是如果吃肉，不要说是吃到肉，只要没有听到肉就已经有点。因为其实我不太会做，就是没有肉的料。你对南方的交通工具有要求吗？嗯，不会耶，因为我在台湾，我也不开车。那他可以跟你骑摩托车吗？你会骑摩托车吗？我会骑摩托车。其实我会害怕摩托车，但是我现在没有骑。真的吗？那你现在都坐什么交通工具？就宾士。叫车，没有啊，就是经纪公司会就是让叫我叫计程车这样子，对，那 OK 啊，因为暂时还就还是新的，还没有钱可以买到自己的车。不会吧？你不是已经赚到钱了吧？还就是我们知道说你半年来已经收入1亿啊，哇塞，你真的很会陷害人呢，比我还邪恶，你真的。所以这次跟女生单独聊天，到目前为止觉得气氛还算有趣吗？就我觉得还蛮有趣，可是我爸觉得是一个很无趣的人。不会啊，真的好玩好玩。如果今天你刚刚那是什么？哇！他逗女生开心的方法。这一招是你觉得有效的吗？我觉得有效的，我觉得他是不小心跑出来的。女生会喜欢男生做出这个动作？我个人是没有喜欢的，就是你快要跟他接吻，就他这样子吗？就会我那个火会熄掉哦，就只好回他一点，我可能会倒吸一口这样子，就心里其实吓到的成分比较高，有一点。好，林奕群，对不起，请问 Vicky 是一个你愿意继续进一步认识的人吗？我觉得很 OK 啊，很 OK 吗？对。好，那先进行到这里哦，恭喜你谢谢过关。下一位，我们先看他的手部。哇哦，摆 pose 耶，好像比 Vicky 的手还要再细。手腕会不会太细啊？手肘，过关吗？手肘可以，比刚刚那个那一点，那个手臂的下面蝴蝶袖那边甩一下。蝴蝶袖啊，可不可以就是跟大家招个手，跟大家招。Hello， 挥手。Hello， 跟镜头挥手。嗨，没有蝴蝶。嗯，很紧实。那个脖子的线条，头发撩一下。哇，哦，脖子啊。哇哇，哎，吸脖子，很漂亮啊，脖子。副乳那边。哦，副乳。因为他刚刚挥手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有副乳。没有啦，没有。脚脖子。来了，脚脖子。哎，好白。哎呦。就是有一个凹洞，还蛮性感的。它是有那种，就是凹进来，我觉得这个超你最喜欢的。对，所以你就是要凹进去的，是不是？就是我会觉得就是非常性感，拿起来比较方便吗？起笔比较好，可以放食指跟大拇指，而且这样子看起来就是腿的线条就是非常纤细。我不敢相信他在跟我们谈凹进去，而且他现在嗨起来了，就是那个有凹起来的，就是那个。好了，就是我上次那个，快点。就他了。腰部，我看一下。哇。大腿旁边有没有肌肉那条？大腿，用力。
没有那个肌肉，腿够漂亮啊。后面那是妊娠纹吗？哦。好，我们要欢迎他出来了。欢迎。哎，猛龙，怪不得啊，是大美女啊。是哦。你好。你干嘛笑出来？你弄成这样子。所以他怎么样？出来之后有失望还是加分？没有啊，就是整个。大正妹啊，对啊，是吗？我觉得对我来说都好高的标准哦。你吃素吗？没有哎，而且我会跟你一起大吃大喝。是吗？因为我在增胖。那你变胖怎么办？哦，不会啊，因为我在增胖。你就是要胖一点。对，我就是要胖一点。所以大量的肉类是你可以啊，而且我最近都一直在吃像炸鸡啊什么披萨类的。可是如果女生跟你抢食，这你会喜欢吗？没关系，就会就是再多一点。你会照顾男友的心血管健康吗？会，因为我有在游泳，所以我们可以吃完之后。我很喜欢游泳，真的吗？所以你有什么事？我就是蛙式、马尾游蛙式。徐丽怎么办？到时候好像对迅猛比对 Vicky 兴趣多了。对，因为他首先听到他吃肉，他就嗨了，眼睛都亮起来了，脚脖子又凹洞。哎，你想要把食指跟大拇指放下他的凹洞试试看，是不是你的 size 吗？放一下，放一下。这好害羞。那我要。放松放松，小胖，好不好？我觉得我们一起要放松，放松一下啊，放松啊，不要太紧，不要太紧张。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亲手捏到脚脖子，哇！而且是迅猛龙，来到我这边了。那我然后你侧边哈，然后你要蹲下来，半跪也可以。哦，镇定镇定，脚脖子，好适合你啊！这什么画面？我真的不理解。我们康熙的很古怪，为什么会这样？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所以他快呼吸不过来了。他很像有一种要接电的感觉，是变形金刚会被启动。大眼睛，前凸后翘，会做菜吗？不太会耶，可是最简单的会啦。重视南方的什么特质？其实我也没有要很高，也没有很帅，可是也不用特别有钱，因为我觉得那个都就以后都会变。可是我很就是希望男生可以就是身上香香的，然后要很重视干净。就如果他身上臭臭或是不爱洗澡，我可能觉得那就麻烦你闻一下。我太害怕，你可不可以先让我继续喷个香水再出来？可是这样看起来是 OK 的，是很 OK。可是如果他的香是靠香水，这样可以吗？就不是他真正发出来的体香。谁真正发出体香啊？可是女生自己就有一些婴儿味或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靠香水 O。你稍微靠近一点好了，正常的距离。我觉得这样就 OK 啦，就他不要就是太脏或是什么，不要是汗臭味，对，或是狐臭这样子。可是他如果在演唱会上就热汗四射，看起来不是也很动人吗？哦，对，可是可能他收工之后就要先把汗擦干净，或是洗个澡之类的。可是你如果得知他里面穿的是洞洞装，你可以接受吗？洞洞装，排汗透气的洞洞装，就因为穿那个就比较不会流汗。哦，那可以啊，我觉得就如果穿卫生衣裤不会让身体很臭，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哎，好，那请你到约会桌哈。这个应该小胖会自己发动问题了吧？好，林寻想了解他什么，尽管问哈。第一题，我想知道你有什么兴趣啊？平常最喜欢做休闲？我平常可能就是空闲时间就上网啊，然后可能偶尔去看个电影这样，然后我是朋友约吃饭就去吃东西。Bingo！ 是你想要看？我觉得你很多习惯动作真的要改掉哎。啊，这是从国片《七匹狼》里面学的一些动作，是不是？没有，再来就对啊。那你会常去看电影吗？就还就有时间的话会去。你最新的一部片子是什么？最近看的那个三 D 武力全开啊。好新哦！我很喜欢看那个，就是我尤其喜欢看就是跳舞。哦，那你看完之后会不会很想要赶快学跳？我好想就是，对啊，每次看完我都觉得好想学跳舞。对啊，就觉得都很想动起来。对啊，尴尬。不会啊，你是好像还蛮聊得蛮开心的，有话讲。是啊，林群如果交往了，可以经济上跟时间上都负担得了的话，你会希望带朋友去哪里旅行吗？有食物的地方就好。哎，对，我们可以去做个美食巡礼这样子。可以耶。对啊，或是吃遍就是什么，就是各地的美食嘛。对啊，还不
错，又多了一个竞技动作。是，不过他很多热情都来自于餐饮的部分。迅猛龙，真的可以吗？你说，就是如果是男生，就是很多热情是来自于吃方面。我觉得可以耶，因为其实每个人都要吃东西啊，而且我也不是很喜欢就吃到不好吃的。他这些小动作有惹到你吗？不会，因为其实我也蛮多小动作的，就是以前就是你们也看过。可是阳刚味会不会那个少了？他这些动作出现之后，其实我觉得还好耶，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有交过没有这么阳刚的男生朋友。林玉群，你是不是觉得你跟他比跟刚刚 Vicky 聊得来？就冲着不是出吃素食这一点哦，刚刚 Vicky 问问题就比较严肃一些哦，是，那就这个了，后面就不要出来。谢谢大家，好，收了，这样讲吧。好，反正迅猛龙看起来是高分通过，等一下再进一步了解。迅猛龙请坐。好，谢谢。后面的女生就面临更艰难的挑战了，我们先看她的手吧。哎，算是还蛮粗的耶，跟前面两位比起来。然后这个风格是这样就长一点了，拍摄角度的关系，这样就长了。嗯，摇滚风可以吗？戴黑手套这些可以吗？可以，我觉得就是率性利落的女生也很棒。手肘，手肘，手背很细耶。招手。哇，完全没有蝴蝶袖啊。小腿，小腿。哇。细。看不到脚脖子哎。可以看脚跟，其实就还蛮脚跟皱皱的。小胖，你说什么？蛮什么？就还蛮好奇的，蛮令人好奇。所以你希望他可以让你看一下，等一下出来处理这件事哈。膝盖看一下会不会很干燥？膝盖啊，哎，真的经不起这样拍，你很可怕耶。对啊。好了，大腿站直拍一下，那个内侧会不会很松？你到底是在挑货还是你在干什么啊？还算不错，很漂亮啊。好了，我们要请她出来喽。好，我们欢迎她，欢迎。是瑞莎，漂亮。这瑞莎哎，我们也出动太多美女了吧？什么东西？瑞莎会不会太强烈了吧？对你来说，不同风格。哇，傻眼了，就是住了。你真的很色鬼耶！刚才是蒙出来，你很高兴，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你真的很酷。可是外国人，你可以吗？外国人就是沟通无碍都可以啊。哎，我听瑞莎说，好像在她的国家也有人听过小胖的表演。对啊，很多我妈妈、弟弟、爸爸都知道啊。什么会？对，而且我的朋友都有问你的事情，所以也可以去乌克兰。所以他在乌克兰也红了。也很红啊。而且我的朋友自己问我，我都没有说什么。你好厉害哦，你在乌克兰也红。那我在乌克兰红吗？还没有人问。哦。啊，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啊，大家休息一下。谢谢。来，瑞莎请坐哈。瑞莎，你那个鞋子如果要看脚脖子方便吗？可以啊。This part。你看他脱鞋姿势，这个姿势也太迷人了吧，很不狼狈哎。小胖，小胖，绕到桌前去看，请请。胖胖的桌上，哎呀，你大胖，没关系。不要紧张，要喝点水啊，先喝点水。他快要把我们那桌子翻了，然后最后引火自焚，你站在那很粗。小胖，脚脖子怎么样？很好啊，很好。有相应的呼吁，很好，他拿包子进来。你要自己开话题还是希望你喜欢？你喜欢跟人家聊些什么？还是你希望男方？星座，我也是双鱼座。真的吗？嗯。你是几月几号？我是2月21，你是3月。三月是。好。你跟我在台湾，因为听说双鱼座的男生最贴心的男生。所以瑞莎，你吃肉吗？我喜欢吃肉，嗯，对。可是你，而且我喜欢比较深一点，又不要太深肉。对对对，而且我喜欢男生会涂指甲油。哇，这对小胖来讲是天堂吧？就捏着他的脚，然后涂指甲油。涂指甲油你会吗？好有情趣哦。可是我也会帮男生做指甲或者脚指甲，我也可以。太好了，国籍、种族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个问题？我觉得不是啊，就是我觉得白人、黑人、黄种人，我觉得就是兴趣，然后聊得来，我觉得都很 OK。我今天觉得今天的刺激太多一点，我难以判断迅猛龙跟
所以现在他要选哪？我觉得他会选迅猛龙哎。为什么？比较真实。因为瑞莎感觉是好像太遥远了吧？像电影里走出来，有点不好意思碰他的感觉。如果就是你可以抓着一个女生的手腕，然后这样跟她靠在墙上，迅猛龙跟瑞莎，你要谁？都可以，都可以。好色。完了，我被讨厌了。没有，我只是觉得就是说。就是我觉得就是他条件很棒，就是对啊，都那个不是问题。我觉得就是看在一起相处的感觉。瑞莎也没问题哦，高分通过。瑞莎欢迎你，请坐。谢谢。下一位，我要看他的手。嗯，很短指甲哎，短指甲我喜欢。好，手肘。蝴蝶袖。蝴蝶袖有没有蝴蝶袖？挥手。挥手。OK。脖子的线条，哎，他脖子细纹算是最少的耶。OK， 小腿，很漂亮啊。脚脖子，白哦。脚脖子有凹槽，有凹槽吗？你脚绷脚一下好不好？没有那么对，没有那么明显的凹槽，可是也是好的脚脖子啊。嗯，好，我们要欢迎这位美女出场，欢迎啊！把她请来了。这也太过分了！天哪，这是上一代的宅男女神吗？被换上了。新雅出来，你觉得你好像没有那么激动？对啊，好冰。没有，我只是觉得我背后被插很多剑的感觉。哦，因为你这样很多宅男喜欢他。所以安心雅是你有在注意的女生吗？有啊有啊。就是说你没有出道前就已经注意过这个人了吗？有啊有啊。真的，你知道他很喜欢脚脖子这件事吗？脚脖子是哪里啊？来，小胖来告诉他是哪里，给你魔杖，你用指的，就是，就大概是这边吧，就这边。好远啊！离太远了吧？小心要握耳朵，握耳朵。祝大家新年快乐！所以安心雅对你来讲会太可爱吗？她是那种宅男女生，就是。我觉得有点如梦似幻的感觉。可是他说我已经上一代的了，可是他是会耍宝的耶。对，他还蛮亲切的。真的。就是可以讲一些无聊的那种。如梦似幻应该是瑞莎比较如梦似幻啊。哎，你是？可是我觉得瑞莎也还蛮自然啊，就是感觉还蛮能聊。所以反而是 Vicky 感觉更像家人吧。Vicky 感觉跟我觉得就是不食人间烟火，就是不吃肉这样子，一直很 care 不吃肉。所以你现在最反感的是 Vicky， 也没有反感。我们要在约会桌去聊一下天。好，我刚刚听到你是双鱼座的，那你会不会就是我可能比较忙之后，然后你就会去寻找就是别人？你这句话是在暗示说双鱼座很不甘寂寞，会想要一直谈恋爱？对啊，双鱼座都会这样啊。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我们很认真，对感情很认真。很认真，对啊，因为我觉得像我自己就是，如果太忙的话，我宁愿就是不会去找，就是硬要就是找一个女朋友，然后再哦，不会硬要就是去找一个女朋友，然后就是把人家晾在那边。我觉得就是真的交的话，就是认真。你跟他对看到几秒，你会想死。我觉得是。大概五秒内吧。安心雅，他对你来讲眼睛会太小吗？不会，我觉得很可爱。谢谢。OK。而且比纳豆可爱多了。所以他跟纳豆之间，你可以分出谁比较帅哦？可以啊。谁？怎么拿他跟纳豆比呢？哎，对哈，不行不行，不能比。所以林育群的五官中最吸引你的是？头发。五官。哦，眼睛啊。我们两个的判断是不是觉得好像是某种分数高一点？嗯，因为安心雅她一直用宅男女神这件事来挡。我觉得林育群对她谈话的热情并没有很高啊，有一种应付的感觉。没有，所以感觉她跟她在一起比较放松，比较做自己这样。对，因为安心雅蛮让人家放松的。很好，安心雅，我们还有一位，所以请你先坐那边。好，谢谢你。这么多美女还要有？怎么可能还会有巅峰出来？救我！好，我们来看下一位，他的手部。他带包包吗？骨头还蛮大的，可是手很细。嗯，手肘。蛮好看的啊，那个颈子的线条，脖子。蛮好看的，乳沟可以看一下吗？乳沟不可以看一下，不可以穿这样子嘞。小腿，小腿。
靴子哦。臀线可以看一下吗？看翘不翘？翘啊。这个也很漂亮，嗯。小脖子等一下再处理好，好。来，我们欢迎他出场。我们演艺圈的常青树哎。坐这边一下，然后麻烦鞋子，我们要看脚脖子。可是鞋子脱了很麻烦，我所以才让你坐着。哎，好可爱哦！这样还 OK 可以脱，很可爱，很可爱，也很漂亮。哦，它有凹洞，有凹洞，有凹洞。他，我跟你讲，林育群没在管年龄的，他就是凹洞就好。凹洞，对，他刚刚还有很赞叹他脖子的线条。那个兴趣的部分，你的休闲活动的兴趣是打麻将吗？没有，其实我平常不爱打麻将。那你的兴趣是？我平常就是看电影，然后我喜欢出去玩，出国旅游啊，或者是去台湾随便，就是、okay. 什么宜兰啊、花东啊。对，你到那边坐一下好不好？好。就因为其实上次录影就有遇到慧茹，这样子。小慧茹。潘慧茹，如果一般演艺圈的同事可以叫你什么？不要叫姐的话，就是小慧啊。小慧、嗯、，OK，、嗯、你可以问小慧一个问题。小慧，你要聊食物方面的也都没关系。好啊，真的。你会做菜吗？会啊，上一次我上康熙有做一条那个糖醋鱼。啊、哦，我超爱吃糖醋鱼。真的吗？你爱吃甜的吗？糖醋的东西。糖醋我喜欢呐、啊。发现小胖的话题蛮窄的。对，就是。一直是在食物上的打转。那你喜欢吃白饭吗？喜欢。哪有人问你喜欢吃白饭、啊？这是什么约会题目、啊？因为有很多男生看到女生爱吃白饭是很惊讶。白饭很重要、哦。很重要啊！而且我有时候会不会是觉得就是没有吃白饭好像没有吃过？对。正好我也是开一集，我们开一集专门谈白饭，好吧？我们今天克制一点。你们的谈话很难会把气氛带到是浪漫的感觉。对，太像朋友了。浪漫。那你觉得我今天美吗？小美，真的吗？那你喜欢吗？喜欢。你干嘛边笑？你干嘛边笑？你现在是要落泪了吗？小孩子，刚才气氛很像那种潘慧茹已经很久没有机会练习这两句对白，然后不管对面坐的是什么，随便谁他都要把这个要讲出来，自己怀念一下。这个过气的酒女，你知道吗？潘慧茹，请坐哈，我们等一下让小胖决定。那个林佑丽，麻烦你把小胖准备礼物拿到桌上来，是什么啊？拿出来看一下。咦，好可爱哦！哇，是一个靠枕，对，然后它是这样子使用的，是因为就是可能就是真没有想到是这个礼物。你真的是一个巨婴耶，是你自己选的吗？你是个女婴儿耶。你现在拿着这个你准备的礼物，走到你希望他可以得到很安稳的休息的那位女生前面去，把礼物送给她。好难哦，有兴趣感觉。好难哦，做人好难。林育群，你等下是走到他们的后面去，然后把枕头套在他们的脖子上。他买这个抱枕是为了要配他衬衫的颜色吗？我知道，看起来像小飞象的感觉。眼睛要不要先闭起来啊？不然会有这个风。好，我们妹妹请闭上眼睛。好，请闭啊。好，我们倒数3、2、1，套上吧。哎呀，真的假的？哎呀，你不敢相信，你这个怎么可以？怎么会现象？林育群，你怎么会是这种型的人呢？所以他要的很多耶。出家哎，真的是肉欲熏心。在选谁都跟披着狼皮的一样。来，两个人过来。这真的会这样子？你怎么会这样？你不是说他是感觉很遥远吗？
没有，可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刚刚讲话，我觉得就是还蛮自然，而且很开朗。然后我喜欢那种就是自然的女生。你站起来，我看你比她高多少。我穿高跟鞋。没关系，你站一下，我看看。对，只要女生不介意的话，其实我没关系。OK。好，那来瑞霞，你坐在这边哈，她要为你唱一首歌啊。我们欢迎林忆群，我们来唱。这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